Okay, concert shook. Oh, yes. Or shook concert. Hello, 大家好，我是 Lay 张艺兴。Hi, everyone, it's Lay here. Hook part. It's very catchy and easy to remember and sing, yeah. It depends on where you put on it. So if you want to be very unique, you can use the sona instead to the synthesizer. That will be dope. And if you want to sound sad motion, you can use the 二胡 to make a lion's melody. 就 Mask Off 这首歌，它其实二胡它并没有展现的特别 sad， 它反倒玩起来了，短促的，就是它的拉法又不一样。所以其实这个选择就是要看，你怎么去配合整体的轨道。因为我在构建 M-pop 这个音乐的这个架构的时候，我是希望它是在上面起到一个力的整个轨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你不能放太多，因为放太多它的味道出去了就收不回来了。它一定要在最经典的地方放一些东西，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哇哦 ，what this， 就这种感觉，我觉得是最最最特别的。其实这个 EP 最想表达的就是。其实是还是在做尝试，不管是东还是西，什么样的曲风是大家最喜欢的，然后希望听到的，然后什么样的这种 M-pop 的这样的尝试是最对的。比方说把这些二胡用在哪里，或者把唢呐用在哪里，这些想法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做尝试，对。也没有想，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这么支持这样专辑，对，非常开心。可能我最心安的时候，可能就是有粉丝的时候，可能会心安一点。对，因为他们就是有可能因为就是会比较放松，像家人一样，就会稍微放松一点。对。